家好，我是梁思韻娘娘，好希望大家12月19日所有九龍中的街坊一起出嚟出熱支持我哋二號楊永傑。我支持佢咧就只有三個理由嘅啫。第一個理由，咁佢同我一齊咧都係教育工作者啦。第二樣嘢就係佢係我哋第一個幫我哋搶翻區議會主席翻嚟嘅一個區議員。第三樣嘢咧就係犀利啦。咁我哋九龍中咧係有三個嘅候選人，如果楊永傑入唔到去議會，意味住譚香文真係好大機會啊！唔係好大機會，佢係一定可以入到議會，所以我哋告急告急告急，一定要12月19日出嚟九龍中所有嘅朋友支持二號楊永傑投佢票，多謝大家。